才120也可以啦，我们就留30只嘛，对不对？年资最嫩的就是我跟我姐，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啊。有一些人会说，哎，为什么要回来接？这已经是夕阳产业了。也不是说夕阳产业你就不做，很赫，应该是一个很傲娇的人吧，他很娇贵啊，就你又不能对他太好，又不能对他太坏，